佛骨超于十方，唯因佛缘宏深，恩德无极。这两句话可以用来治国。现在地球上的社会，非常混乱，乱世啊，这样的乱世史无前例啊，中国历史以前没有，世界的历史也没有，从来没有过这么样的混乱啊，伦理、道德、因果、宗教全都没有。没有一样啊，能约束人心。人在今天真的全部开放了，为欲所为。真叫天不怕地不怕。没有他感到畏惧的事情，他没有不敢做的事情。怎样拨乱反正，让他回头是岸，就在这个八字，佛缘宏深，恩德无极。哪一个人发愿像佛一样来救这个世界？怎么救法？布施恩德，问题就能解决。斯里兰卡是个样子，你看这个小国家，我们在这个国家摄入不深，只来过两次。我们感触很深，我们非常佩服，值得我们学习。他这个地方实行的是佛陀教育。佛陀教育的核心是什么？是大慈大悲。慈悲为本呢，方便为门呢。佛法用慈悲两个字可以统统代表了。慈是娱乐，悲是拔苦。慈悲起的作用，就是让一切众生离苦得乐。帮助众生得乐的是慈，帮助众生离苦的是悲。如何落实？落实在教学。释迦佛当年在世，用身教，把慈悲做出来，把恩德做出来，让大家能感受到，升起感恩的心，报德的心。说到之后做到，人就相信了。佛是先成就自己，然后再教化众生。总的来说，总纲领就是戒定慧。
啊，佛自己修成，啊，因戒得定，因定开慧，大彻大悟之后，教化众生，也叫戒定慧。啊，从三规五戒十善入门，啊，进一步提升到六合六波罗蜜，天下大治啊，什么问题都解决了。